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全国工业总会每年岁末寒冬都会选择不同的县市来办理关怀送暖的活动。二号的上午从台北来到了花莲市，拜访了三间身心障碍福利机构，并且致赠春节加菜金和物资，感谢社福机构的员工辛劳，未来也会持续本着企业社会的责任来奉献给社会。由159个产业工会组成的全国工业总会，每到岁末年终会担负企业社会责任，行经台湾各地送爱社福机构举办爱心之旅。二日上午，由全国工业总会陈匡明常务理事带队22人来到花莲市，拜访黎明教养院、花莲毕士大教养院及美伦启能发展中心。疫情影响，也致赠相关防疫物资，集合我们工业总会各个企业的这个爱心的捐助，除了必需的物品，还有这一个一些捐赠金，能够来协助我们这些弱势机构这一个必须要的一些物品跟捐赠啊，我们也非常特别感谢这些教养院弱势机构的院长、负责人、志工的辛劳啊，以后我们还是都会继续本着各个企业的应该有的一些责任，然后对社会一些弱势团体做一些奉献跟贡献。全国工业总会此行二日上午从台北市出发，中午前就抵达花莲市，拜访三间身心障碍福利机构，致赠春节加菜金与物资。虽然未前往花莲富里乡另外两间身心障碍福利机构，但也请托花莲县府社会处转赠春节加菜金，并表示未来仍将继续本着企业社会责任持续奉献及贡献。记者蒋邦彦，华联社报道。